我们今天香港看电影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三个字啊？是哪三个字？15分钟。四个字啊？唉，走啦，唉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三个字咯。你有没有？哈哈哈又说是搞笑片，搞得我两次都要哭。不管是合久必婚还是分，我觉得都没有标准答案喽。就主要是遇到那个陪伴你跟支持你的人。哦，你记得好了，我那么支持你，你就不一定答得对嘞。是咩？七个字，35分钟。梗唔系啦，佢还是觉得太好，你最好。